應該先放多枚催淚彈。啱啱有粒咪跌咗喺我哋面前噶，今日都係直接飛咗我哋前面噶。警方坐姿施放催淚彈，
等等我。警方警告，將會使用橡膠子彈。咁啊！示威者拎住燃燒彈上咗天橋，但係因為佢覺得距離唔夠遠，所以佢哋而家退翻落去啦。再次有催淚彈射中只有記者的天橋啊！
再次駛向只有記者嘅天橋噶。啲示威者喺度裝緊水嚟，準備即將遲啲破滅催淚彈嘅。先熄一熄個直播先。